来不及了，快走吧。是专门欺负女孩子，我带你们找个地方去喝酒好吗？嗯，我就破例一次。嗯，姑妈，请坐下来谈吧。请。目前的行情的确是这样，你可以不买，我可以不卖。事实上，市面。哎呀，给他倒酒，真热。你们全部给我滚回牢！多谢了，我想很快就会回来了。小黄回来了，添最好的女警卫。哦，安静一点，不然的话会有传染病的。监狱长放心好了，你这样的打扮对你的身份很不合适啊。这么热的天，你要我走走？请你们多多照应。我是这里的大姐，你以后。不被咬死也会像医生。什么事啊？你快点说啊。我们决定逃走。什么事啊？肺部的传染病，现在已经有十个人被传染了，而且他们不停地呕吐，情况非常的严重。快，快点！请问局长，这个小箱子是不是要交给你们？这倒不必。